话，你发现它长不大，你先挖的时候，你把它先一段一段的，然后煮，煮个二三十分钟，它水凉了以后换水，然后第二天早上你再煮。哎，我上次你早上你在想这个事情吗？哦，哎，老师看猫泡面最早，他们说泡的很好，喝的好一点，没听说。对呀妈，你别那，别把营养都给破坏了。没听说泡面水泡，就用纯净水泡。为什么要用泡面水泡？我妈现在做的泡面水泡，我阿姨做的泡面水泡。好的，你那个最好。还给我妈那个什么纯净水。